烤瓷牙呢，我们讲临床上一般情况，因为里边是一层金属，外边一层瓷在高温状态下形成的，所以呢，这种材料呢都不会有异味儿。有异味的情况呢，临床来讲呢，常见的就是病人断了牙以后，修复体做的边缘的形态或者位置不好，导致的牙龈出血，病人感到有血腥味儿。另外来讲呢，边缘的不好以后刺激牙龈。刺激牙龈以后，形成了里边的牙石、龈下牙石，导致的牙周附着的丧失，里边形成牙周袋的损伤以后，牙周袋的溢脓可能引起有味儿。这时候来讲，应该及时的就医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病人来讲做了我烤瓷牙以后，他回去以后呢，他口腔卫生这个护理日常护理不好，这时候来讲，这局部的软垢刺激引起的这个异味儿。烤瓷牙与邻牙。相邻的前后牙的接触状态不好，导致食物嵌塞。食物嵌塞以后呢，没有及时的把这个食物呢清理出来，它在里边发酵形成了异味，常见这么几种情况。本身的材料。